演员都在聚光辉，这不美，甚至美。好了啦，够了啦。大家好，我是妮妮。哇，今天就是一个近乎素颜状态，因为今天想要试试看，就是单眼皮的女生能不能画成陷阱眉。大家知道陷阱眉，我觉得啦，就是网络上看到大部分就是双眼皮非常的厚，然后身为单眼皮，我就想试试看。然后我其实想要拍这个主题已经蛮久了，今天终于下定决心要拍了。先说我有画眉毛，然后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。首先呢，陷阱眉要先准备一个过白的粉底。然后我准备了一个，之前去逛街的时候不小心买到好像有点太白的气垫粉饼，拍上脸。啊，真的好过白哦，天哪，那个色差。过白粉底好难控制的，听说女生化妆的时候特别丑。还行。好，上完粉底之后要上这个遮瑕。因为现在过白，所以要用最白的粉底把一些疤痕遮掉，盖掉，盖掉。好，这个是蜜粉，就是上完粉底跟遮瑕之后再盖一层蜜粉定妆，要不然它会不持久。再来，我实在受不了自己素颜，我要先上一个口红垫垫底，这不是正式的。啊，有口红之后好多了。刚刚像是没穿衣服一样，好尴尬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因为我眉毛画好了，所以接下来画眼妆。我的眼妆先用这一盒眼影，因为这盒眼影它的颜色偏重色，就是这个橘色非常的浓厚。然后我发现陷阱妹啊，很多是不是眼神变得很锐利啊？
后来夹个睫毛，睫毛夹得又浓又翘，然后单眼皮的睫毛真的是非常重要，因为有的话会差很多，就是妆感会变得很幼稚。可是夹睫毛看起来很丑。刷睫毛诀窍就是先从上往下刷，再从下往上刷，有点无感的修容饼呢。好，再来就是口红了啦，口红超重要的，还有阴眼。对，口红打完就隐形眼镜。口红先试试看这个中毒的，好，我现在去换衣服，然后弄个头发，等一下见。陷阱杯，